看着哦，我们这样电视也闹，好了，电视也闹。放久会真的会更差很多、啊。不会，漂亮。可是你如果遇到淡水之后就挂了、哦。好，不能放淡水。2600。你要买一个。你半夜钓，你早上有怎么有体力在这里？这就是我厉害的地方。真的。那还吸住了吗？这把这个是活肉的、啊，整斤还没死。而且它铺的放冰箱的时候尽量铺平哈，尽量铺平。来，这是海水，对，淡水这一个，这个小孔，这个要，哎，那如果说回去不小心黑黑的墨汁跑出来，一样不要洗，那个墨汁没关系，哎，因为只要遇到淡水就够了，直接过，就有差了，差很多。啊，冰块是不是里面的？那个白色桶子里面有。白色桶子。然后等一下就尽量铺平，有没有？铺平。好。你终于就卖完了。好鸡。没有过关圈。那谁要洗哦？大只哪个？大。我啦，无即摆搁拆炕出来，再剩两炕。哦。好了，我才最后就剩两盘乌鱼，对不？对啊。好。你要给人家，我不愿意给你啊。好。就妈带出去玩。好。谢谢。那个一箱。还是那个。谢谢哦，记得哦，分包装多少，不要碰到水哦。好。